刚刚在楼顶上玩的时候，听我那个邻居说，我们小区附近这个商业街有一个小型的工厂开工，那些工人没戴口罩就在里面上班，被那个社区的工作人员查到了，现在好像要进行查处吧，我们去看一下是个什么情况。缺口有什么填补？在生活的起起伏伏中，自己偷偷的流泪，能清楚的告诉谁？原来过又离开的人，是不是太好？心中若有张不老的脸，但愿他永远不被改变。很假的了，人家给你说你假的。看着不错，说真话，我感觉很冷，看着不错。现在他们已经被派出所带走了，本来只是一件小事，社区工作人员来劝大家戴口罩，大家戴上就可以了嘛。搞得现在派出所的也来了，然后那个消防的也来了。最后还不知道受到怎样的处罚。朋友们，这个疫情期间大家还是尽量把口罩戴上，不管你是出门还是上班，这样对自己也好，对大家也好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。